Go ahead, impress me. 我有一个笑话，你要不要听？要。要，哦，好好好。包子。面条。OK， 面条踩了包子，包子很生气。打了面条，面条跑了。有一天包子看见一个方便面，打了方便面 ，no， 一边打了方便面，一边说。你觉得你烫头发，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好好笑。Yes.